各位乡亲，要甲大家安尼报告讲，我今仔日吼上到这集吼，要好较轻松吼，因为我最近有一个真大的福气吼，无想到讲古早咱结婚了后吼，开始就囡仔安尼出世，啊，就为安尼 preschool 啊 kindergarten 啊，甲小学、中学、大学吼，我再培养到尾啊，佫吼。大学了，过去研究院啊，有诶安尼。啊，即马转眼吼，我结婚已经40多年啊，囡仔嘛拢已经有因家己诶囡仔。吼，我即马有8个查某孙啦。吼，两个后生吼，拢生4个查某囝。吼，啊，所以我就有8个查某孙。啊，阮查某囝生1个查甫囝，所以我有8个查某孙，啊，一个查甫孙。但我今仔毋是咧等这个子孙，我是咧讲，这个子儿大汉啦，爱看我讲吼，都一生干呐安尼走爬爬，为着台湾的前途，为着什么媒体啥安尼，有时啊安尼，阮某吼几啊年拢家己一个独撑咧，特别迄阵啊囡仔还佫咧成长，听咧就成长过程吼，我家己顾我走，等于台湾，你知影讲趁台票40块换一块吼，我个行转来拢绝对是无够啦吼。无够，我嘛唔知道，阮某到尾啊，讲是安怎去变来变去吼。我是足懊恼，讲阮某来遐后变，今日倒来一看，讲了是亏你卡几啊丢，我在开玩笑啦，就是讲安尼，阮某也实在无简单。我就安尼习以为常啊。但是阮这三个囡仔，即马家己后趁钱，后囡仔才知影讲哦，做爸母无啊简单。所以三个吼，阮两个查甫囝，一个查某囝吼，几礼拜前安尼集资啦吼，去搞阮偷偷啊去买一个迄落为意大利搭船吼，迄落一礼拜的 cruise 吼，甲讲两礼拜伫意大利的这个旅行安尼吼，就是讲所有的拢因包办就对啦，偌济我嘛不爱去甲问吼，问的咱也提袂出来费气吼，所以意思就是讲有今日的福气吼，因真正拢足有正心，佮安排讲。阮拄拄啊去迄时阵，拄啊我有一个亲家吼，就是我大囝娶一个真出名的牧师，叫做老妇女牧师的第二查某囝。因两阿母拢真认真去全世界去培灵布道吼，去传福音，去栽培诶新人生安尼吼。拄拄因也伫意大利，所以我后一礼拜坐船嘛是甲因做伙，两礼拜甲因做伙，后佚佗，后去观光。也有参与哦，参与伫个因哦，即款诶所谓敢若讲培灵布道，因为培灵布道到尾啊，拢会呼召啊，就是讲恁若有心内有啥物啊需要，甲你祈祷诶吼，病痛好，心灵诶艰苦，也是讲你有想要伫个即个神诶面前要决志啥，有迄款诶呼召，我都一向甲我诶亲家吼，我拢古早拢捌搭档过，就是讲即呼召中间，我都会。吟诗吼，较感性的歌，互大家感觉讲，然后伫我轻声细细咧唱，也是讲安尼较大声呼叫大家出来的时阵，会有一个营造迄个气氛。所以我后下参与者，我今日就是讲要真简单，甲大家分享讲，即摆去意大利吼，因为意大利其实我唔是阿多啊吼，但是意大利是我心灵的故乡。我要甲大家讲，即就是讲，我生出来吼，生伫个音乐家庭。阮老母是一个 pianist， 伊也是一个真会唱歌，伊是耳朵吼，伊唱女低音吼，伊也真会唱。所以我生伫个即款个家庭吼，我细汉就足爱唱歌，特别是也毋捌去读到英语，我就开始唱英语歌，听歌里都是啦吼。佫也毋捌练到意大利文吼，我就开始对我个高中。我有一个师大附中一个音乐老师，叫做柳义群，这是柳树的柳，伊是外省人，但是伊真听我，听过另外几个，尾后拢变做声乐家，一个叫陈荣光，一个是声乐家，佮兼演员叫做高峰，伊正名叫做高春元，迄人音头佮声佮水安尼，阮高中就开始训练阮用意大利文唱意大利民歌民谣，所以我迄阵足。伫高中吼，真少人会晓讲高中囡仔就会当唱意大利文，佮唱遐世界名
出名，大家拢知影的吼。哦，苏雷米哦，我的太阳哦，三大路区啊，归来吧，苏联多啊呢吼。我以前在台北哦，也做这个这个这个社交的这个较高级的社交的家庭哦。哦，特别讲后市场的查某囝，还有什么大企业家的查某孙啥哦，哦，因在咧做生意哦，啊，拢知影讲我会唱歌。哦，啊，我讲有朋友会晓弹弹琴，甲我伴奏。哦，我定伫个迄个高级的迄、那个叫社交场面哦，哦，几啊十个、几百个哦，我能去 solo 这个哦，哦 solo 咪哦，啊 solo 这個、归来吧，苏联多啊，甲一条叫做卡布里岛哦，三大路这安尼。啊，所以这摆我有机会吼，坐船实在是足好啦。阮某讲，哦，唔知影讲坐船遮好，咱咪咪定下来坐船。哦，伊唔知影讲人个，伊也唔知出偌济钱个吼。要坐船也免烦恼三顿啦。哦，啊要食你就爬起來，哦，遐也有麻烦的，遐也有麻烦的。啊，无麻烦的，你咪当去点菜。啊，拢囡仔买单，咱也唔知影偌济啊吼。哇，伊像我足烦恼，伊像我坐第一摆坐船，即马坐到才欢喜啊，讲下咱以后较常来坐船嘞。我讲，嘿那。你下等我说了，恁遐囡仔搁找我无要紧啦，我无意见。啊，若讲要叫我找咯，哦，我算盘落来，定到唔知要哪定啊！吼，只不过这是开玩笑。哦、我今日就是要甲大家讲，意大利是我心灵的故乡。哦，因为我迄阵咧唱的时候，哦，归来吧，苏联多。哦，我就想讲，苏联多海岸吼，伊唱出来就是讲，哦，苏联多的海岸吼，哦，青桃碧绿啊，你什么有再刮出来吼？我就一直有这个梦，讲有一天 one day， 我绝对要来迄个苏联多，要来卡布里岛，啊，要来倒位吼，特别吼，我威尼斯宫偌水吼，啊，比萨斜塔吼，啊，罗马的什么竞技场，本来就是一直，就是讲除了讲哦，我生伫台湾吼，啊，我的故乡，阮祖先是第五代的祖先为吼福建的。泉州哦，马航哦，为遐来台湾的。但是我心灵的故乡都是这个意大利哦。啊，所以即摆囡仔无代无志，买偌才甲我讲呢。讲无去袂使啊，票也买啊，啊机票也买啊。啊，我想话好啊，都来去啊。啊，佫加再讲，我本来嘛唔敢讲，坐船以外的两礼拜，你家己伫遐哦。哦，干那你讲意大利，我干那会晓唱歌呢？你用伊个 conversation， 我嘛袂晓哦。啊嘛，唔知影讲出去大旅馆，若要对佚佗啥吼，迄种。加在阮亲家，伊就定来全世界去报道去陪人吼，因也伫遐，吼啊，拄啊会当甲因做伙蹦到因的福气安尼吼，所以我就真放胆去安尼。所以甲大家分享讲，哦，去确实啊，足好个啦吼，就是讲安尼。意大利咱怎讲古罗马帝国吼，人伊建立出来迄个，无论是伫政治也好，伫文化也好，你怎讲吼，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位下来安尼，啊，所以即摆出去吼，真正是安尼有学习真济啊。我要甲大家讲吼，足骄傲的，我伫真正有一天迄船啊到靠岸吼，啊讲哦，即靠岸起来就是要去卡布里岛啊，我要去。什么苏联多啊？后边什么哦哦，拢叠起大家呢？哦，所以阮就请一个家庭车，迄拢爱讨价还价呢。哦，伊拢叠你上岸了吼，为五百一直花到尾啊，剩唔知几站尔吼，啊就几啊人攻击一台家庭车，啊，迄摆阮拄啊，除了三个，我甲阮某甲老夫李牧师呢嘛吼，老夫李牧师吼，我足感动。有当爬到这段吼，伊讲啊，伊用过几工了，要过去开课吼，甲这牧师训练，还是过要去陪灵，要去布道，伊要留在船仔顶哦，搁在拍电脑，在准备伊要讲道。为着一点钟、两点钟，还是讲几点钟的课，伊留伫遐，伊迄摆我要去卡布里头，要去苏联托，伊拢无去，有几啊摆伊拢无去，啊，所以阮就三个要叫一台大台。伤浪费啊！拄啊后有两个为美国的 Georgia 吼，伫迄落亚特兰大吼，记啊，所以拄啊夹起五个啊做伙。Anyway， 就是讲实现我吼，为高中开始，就是讲我有朝一日，我一定要到苏联多去唱《归来吧，苏联多》吼，啊，伫卡布里岛要唱《卡布里岛》这条歌吼，
啊，真正底下有唱过安尼吼。啊，我即马是因为我即马发动转动转，发甲我喉咙拢袂听，但是我要唱《归来吧》诶，最后那一段吼，啊，搁用中文唱。哦，我也要唱意大利文啦，但我相信发音嘛无啥准，漏鬼，我咧吼。伊上尾啊讲归来吧，归来吧，故乡有我在盼望。哦，归来吧，归来吧。哦，啊，我伫个迄个海岸 ，before 伫个迄个海滩迄个海岸哦，我是用意大利文的。哦，啊，但是即马因为我要来唱这个讲上尾啊吼，归来吧，归来。故乡有我在盼望，归来吧，归来，归来，我故乡。我前下是拢用意大利文唱啊，啊，今仔伫个即向你即网络的。观众面前吼，我想我卖闹开无，意大利人讲你阮的文遐尼水啊，你甲唱啊遐歹听，所以但是我正要用中文吼，华语唱《卡布里岛》吼，啊，这个吼我哪唱我提这给你唱，歌词我先念一摆给大家听吼，令人留恋遥远的卡布里岛，你的景色既清新。又美丽，放眼望去，到处是一片碧绿。我始终也未能忘怀你。我俩曾在泉水旁边，快乐地歌唱嬉戏，看蔷薇在山脚争艳，听那杜鹃枝头乱啼。过去的事，像云烟。已无踪迹，心上的人，如今你在哪里？我几时能再回到卡布利？再回到卡布利来看你。第二节那是江水吼，远望无边海岸，细沙铺地，阵阵的浪花随波涛在翻起，它给我带来无限。甜蜜的回忆，让往事重出现在心底。我俩曾在泉水旁边，快乐地歌唱嬉戏，看蔷薇在山脚争艳，听那杜鹃枝头乱啼。过去的事像云烟，已无踪迹。心上的人，如今你在哪？我几时能再回到卡布里？再回到卡布里来看你。啊，未像以前，我要甲大家讲，这条歌，我伫个1965到1970，我咧读国立艺专音乐科，迄阵啊，阮组一个男生四重唱，哦，我是男高音。一个另外一个男高音就是陈荣光，到尾啊去维也纳，大家才成功，登去国立艺专吼做声乐教授。过另外一个伫个国立艺专嘛是做声乐教授，张艺英，过一个即卖在是洛杉矶一个陈勋吼，阮组一个作水的合起来男生四重唱吼够水。啊，阮拢到台湾各地，特别是南投县仁爱乡、新义乡，去山地原住民的所在。去啊去唱歌，或者原住民听，啊去传道理，去报道，啊有一站我家己吼，啊拢去鼓山哦，桃园龟山台北监狱吼，台北关监狱，迄全台湾上大间的监狱哦，关3000人吼，男监女监安尼吼，啊我拢去啊唱这民谣，啊唱圣诗诗歌，啊底下感化足济，也在受刑人。迄有诶无期徒刑诶，有诶恰灵恰好诶，吼啊有诶，虾米款诶病，迄个犯罪诶人拢有，啊我拢用歌甲因做朋友，甚至我啊来美国留学了后，搁转去因出家，我拢变做好朋友。
有诶，改学过种做甲真成功诶企业家，啊，有诶做甲真成功诶老师，啊，有诶搁倒转去家去报道。哦，所以我迄阵拢参观迄个男生四重唱伫家唱这条歌，再回到卡布里来看你。但是阮那去到阿里山，阮上尾啊迄句都无讲，再回到卡布里来看你。阮就讲再回到阿里山来看你。哦，啊，安尼唱落去哦，转哦，真的唱民谣真的会感动人，因为唱民谣就让你想到故乡。在民谣中间有关的，在老母的，哦，走遍了天涯海角，也是故乡的味道；吃遍了山珍海味，也是啊，做的较有滋味。哦，真侪这歌，你听语言也好，听像唱也好，你都马上会去想到这个故乡。为故乡，你也搁会当全公阮团搞人在讲，天上还有一个永远的故乡。哦，所以阮拢唱民谣、唱诗歌，真侪人，包括受刑人，包括孤单的在哦啊，在孤儿也好，阮嘛捌去孤儿院去真侪，在甚至是麻风病，哦，泰国病，阮都敢去哦。啊，迄阵啊，我感觉讲上帝，我有再机会，啊，我拢特别爱唱这条卡布里岛。阮这是三重唱，卡布里岛是三重唱，本来是没有女生三重唱的，啊，阮男生唱。上这三重唱吼，啊，我来讲，我因为感官过你去，啊，我哪唱安尼吼，啊，大家说大家讲我唱法对，哦，啊，用这条歌点菜啦，哦，我若无阁讲，就是结束安尼吼。令人留恋遥远的卡布里，你的景色既清新又美丽。放眼望去，到处是一片碧绿。我始终也未能忘怀你。我俩站在泉水旁边，快乐地歌唱嬉戏，看蔷薇在山脚争艳，听那杜鹃枝头乱啼。过去的事像云烟，已无踪迹。心上的人，如今你在哪里？我几时能再回到卡布里？再回到卡布里来看你。远望无边海岸，西沙铺地。阵阵浪花随波涛在泛起，它给我带来无限甜蜜回忆，让往事重出现在心底。我俩站在泉水旁边，快乐的歌唱嬉戏，看蔷薇在山脚争艳，听那杜鹃枝头乱啼。过去的事像云烟，已无踪迹。心上的人，如今你在哪里？我几时能再回到卡布里？再回到卡布里来看你？再回到卡布里来看你？再回到卡布里来看你。其实我本来讲唱到这煞吼，啊，我哪唱的中间，才想到讲，其实我去意大利，啊，无甲大家分享，但不怕算，真底甲大家讲，我去意大利吼，感想足济啊，特别是讲意大利迄个所在。因为人遐尼热情吼，啊遐尼吼，才会当讲有创作出遐尼济、遐尼济的意大利的这感人的这个歌。
但是底下我阁有一个感慨，就是讲去看迄个做斗兽场啊，吼，咱马人讲做竞技场吼 ，Coliseum， 就是讲古早这罗马帝国吼，好伊底下这个文艺文化，甚至是政治吼，拢才是员工安尼，真正哩，予人真感动，也是创啊真好。但是罗马帝国战争的时阵，就是因在迫害基督徒吼。迄你伫个斗兽场，你才感觉讲，哪有人遐尼啊残忍，讲将基督徒甲掠出来，吼，几个人伫遐啊放屎出来，安尼好，咱人要哪甲屎拼？啊，你就是讲，做做斗兽场，就是讲，这个人无武器咧，双手爱去甲屎拼，到尾嘛是拢互屎吞吞去，吼啊。所以有时啊，对这个意大利，你看讲意大利有真济文艺复兴的所在吼，啊，唔是干那讲罗马哦、米兰啊、或威尼斯啊，或真济所在吼，啊叫做Florence 吼，应该说 Firenze 费伦翠，还是讲佛罗伦斯吼，即个真济。你会当看伊真好一面，你也能看讲伊真残忍的一面，但是这个帝国吼，实在是有影有一站。真正的辉煌，安真正的水，哦哦，你伫个罗马看到讲，迄基督徒吼，为着要坚持因的信仰，因起迄个地下坟场啊，迄偌真哩大呢，迄你落去吼，落几啊层落去，啊四通八达，迄导游有一个导游吼，我乌先啊带阮入去吼，阮三个啊迄个带阮去吼，啊当然头前后几啊团行头前。我足惊讲，即个若甲惊起，我若弄袂出来，看要安怎？我转了吼，直接变做寻道士啊！吼，所以伫意大利吼，你会当看到讲，因有真高层面的讲，因的建筑也好，因的政治也好，因的文艺也好，吼。但是你也阁看到讲，遮个人心灵上、文化上遐尼啊高层，因嘛会做遐尼啊残忍的遮代。所以我是一直期待讲，吼。其实当然足水足好个所在啦，逐摆若坐船啊吼，暗时啊拢咧坐船，吼，你咧睏个时阵，船啊拢咧驶，啊就 from place to place， 即马天光上岸，哦啊就是去了，哦，即就是威尼斯。阮去威尼斯个时阵吼，拄啊前一个月吼，威尼斯有历史以来阴上深个，阴到差不多拢袂应接个，但是我钦佩意大利人偌厉害。威尼斯因遮个人，你知影讲古早。一部小说叫做《威尼斯商人》，威尼斯商人搞到啥款呢？伫一个月内底，威尼斯马上创啊好势好势吼，当然有迄水意啊，该营业的都营业，该开餐厅的都开餐厅。阮去虽然小可有落雪，有些落雨，但是阮本来人家讲岸边，为罗马去坐火车，还是讲去好为米兰去走到遐去。无可能啦，无可能会遐紧。但是阮就是抱着讲，去有就有，无就无。我真正去予阮去看着讲，真正人意大利人吼，因为着讲因的生理，因伫即威尼斯，我感觉讲都沉落去啊。吼，也是讲那落雨就一定会安怎？人伊马上阮去，淡薄啊，安微毛毛细雨，连撑雨伞拢唔免的。伊讲咧，正下面阮嘛有去算着下。啊，过去看到真济个因个建设也好，哦，特别是古早我会记个，即个60年代有一出电影吼，叫做《罗马假期》啊，哦，迄叫做什么样？是甲奥黛丽·赫本吼，哦 ，Gregory Peck 哦，啊，有个人甲警惕吼，不要讲，大家大家讲说，割来割去割屁股啊，吼。呵呵，那是大家开玩笑。不过迄阵啊，即罗马假期哦，轰动啦！啊，轰动啊！迄阵啊，阮外家阮某迄阵都才十多岁啊，尔吼。所以伊即摆来吼，伊讲国家落雨，国家安怎吼？伊绝对要去威尼斯啦吼！啊，绝对要去迄个威尼斯的迄个哦，罗马迄个所在，什么讲哦，这个叫做哦，这个 Gregory Peck 甲这个。澳大利亚本来迄个喷水池吼，哇，为着这吼，有影有如愿以偿啦吼，啊，有真侪所在真正你会感受讲啊，那安尼，参照卖学我即落讲，安尼不务正业，干那咧插台湾咯，插到到尾啊，男是阮囝要无买票，我着无材料带阮某去，即开玩笑啦吼，就是讲咱若
该玩的玩哦，啊，该善待自己的太太的，一定要善待哦，啊，趁会富吼，爱较接家己的某翁，啊，是讲家己的家人，啊，家己的囝新妇吼，啊，囝婿查某囝，家己的孙啊，较接家讲 I love you， 较接对因好哦，啊，所以要结束以前吼，我安尼。讲我咧，甲大家断讲，我也要唱意大利文哦。所以我甘地先唱三大陆剧啊，这地卡四大调也较好唱啊。唱了我才唱《奥索雷米奥》的尾段安尼吼，证明讲我这拢无吼，我甲大家讲我无提意大利文。Sul mare luccica l'astro d'argento。Place la luna, prospero il lamento. Venite ora dire, barchetta mia, Santa Lucia, Santa Lucia.Venite alla gine, marschetta mia, Santa Lucia, Santa Lucia. 啊，今麦个唱迄个啊。我说了没有，卖鬼仔都请了啊！哎，我话这个，妈妈都说的，求没了呢。我说了没有，杀了疯掉的。我说了，我说。Stala frontea te, stala frontea te。啊，你甲大家证明讲，至少也要唱一几句哈。啊，多谢哦。啊，唔忙你后营吼，爱去意大利去行行哦。OK， 拜拜。